大家好啊！灣區自古有強啊！咁啊，今日我帶大家嚟到肇慶一個鼎湖嘅山水名勝。咁啊，今日請到冰姐同我哋做呢個項目嘅介紹嘅。哦，喂喂，冰姐，哦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係山水名勝嘅自顧問淑冰，可以叫淑冰，係淑冰，真係淑冰啊！真係堅嘅個名，冇錯。嗯，好啦，講開玩笑開完啦，咁啊，係咪請冰姐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個區位情況先？可以。等大家即係先將我哋嘅交通路網去認識一下，周邊嘅情況。冇問題，冇問題。我哋個區位個位置啦，咁啊，冰姐咧同我哋介紹一下我哋項目先。咁依家嘅話咧，就喺呢個位置嘅鼎湖山水名勝，就喺我鼎湖創業路同埋民樂大道嘅交匯處。咁我哋周邊嘅交通係非常之便捷嘅。咁我哋有四大高速啦，廣佛兆高速、怡廣高速、珠三角環線高速同埋沈海高速嘅。咁如果你話喺香港嗰邊過嚟嘅話咧，就係經過珠三角環線高速啦，之後廣深高速啦、廣佛兆高速，喺鼎湖呢個出口嘅話，經過鼎湖創業路兩分鐘就到達我哋鼎湖山水名勝呢個項目。鼎湖出口。係，冇錯，係非常之近嘅。其實我哋鼎湖山水名勝咧，就係高速口旁邊嘅啫，非常之便捷。咁如果你話我唔想揸車過嚟嘅話，想坐高鐵嘅話，咁我鼎湖山水名勝去肇慶東站都只需要十分鐘嘅車程嘅。咁我哋有兩條鐵路啦，貴港鐵路啦，同埋南港鐵路。咁我哋肇慶東站嘅話，每隔15分鐘，高達每日65班次可以去到廣州南站嘅。而且每15分鐘一班次，係每15分鐘一次啊！點行都得咯噃。係啊，所以嘅話你可以去到廣州南站再駁接其他嘅線路嘅，一定可以去到廣州南站駁接其他啦，亦都可以駁接到深圳啊、香港啦。其實可唔可以喺肇慶東站直翻香港嘅咧？呢個嘅話就係、是。最值得提嘅就係肇慶東站嘅話，可以直達到香港嘅西九龍嘅，而且佢個路程嘅話都係80分鐘，每日來回嘅話往返行程嘅話都係冇問題嘅。哦，80分鐘就可以喺西九過到嚟我哋肇慶東站啦。咁肇慶東站再接翻過嚟我哋呢個項目啊，有幾遠咧？我哋嗰個話車程只需要10分鐘嘅啫。十分鐘嘅車程。係啊。我見到嗰度肇慶東站嗰度門口咧，好多啲滴滴嘅等曬。係啊，所以嘅話好方便嘅，而且嘅話我哋嘅項目出邊嘅話有公交站，而且肇慶東站出邊嘅話都有公交站駁接翻我哋呢邊嘅，所以非常之便捷。咁而且嘅話，我哋可以。坐輕軌站，輕軌站嗰係城市輕軌嘅，廣佛城際嘅一個輕軌站嘅話，離我哋項目都係2分鐘嘅車程。咁平時話你又想去周邊嘅嗰個廣佛遊嘅話咧，都係只需要4個站，25分鐘嘅車程去廣州。喺我哋項目去到你講嗰個廣佛兆城際輕軌嗰度要幾耐啊？只需要2分鐘嘅車程，係啊，好近嘅，就係鼎湖山站啊。鼎湖山站，交通嗰方面咧，基本上都明白㗎啦嚇。一個軌道交通同埋我哋一個高速啦咁樣，咁另外咧我哋周邊嘅情況咧，我睇到其實我哋項目周邊咧好多都係生態環境好靚，冇錯，亦都有好多嗰啲公園啊，尤其鼎湖山啦，鼎湖山泉啊，有啲識知噶啦，哦，咁鼎湖作為一個。城市嘅話係屬於一個生態資源非常之豐厚嘅城市啦，咁而且嘅話好多人嘅話過嚟投資啊、養生啊都係比較適宜嘅。咁我鼎湖山水名勝嘅項目嘅話，就喺我哋呢個項目呢個位置嘅話咧，就有個呢度後邊攝影師。呢度位置嘅話咧，就有個體育公園嘅。體育公園嘅話咧，佢有一個籃球場啦、羽毛球場啦，同埋小朋友玩嘅一個遊樂嘅設施設備嘅。咁喺體育公園隔離嘅話咧，就係規劃中嘅一個人民公園嚟嘅。咁你再過去咧，開車過去大概2分鐘咧，就有個碧蓮湖公園。咁佢個湖水咧就係連接花西江嘅，所以嘅話好。哦，其實咧其實湖水湖嚟嘅。係湖水湖嚟嘅，咁而且嘅話喺我哋項目嘅西邊嘅話就係鼎湖山嘅最高峰啦。咁之後嘅話，政府我哋規劃咗一個鼎湖山嘅一個新入口，就喺我哋依家山水名勝二號地對面嗰度。所以嘅話，馬來山水名勝過去嘅話係非常之近嘅鼎湖山。而且嘅話，鼎湖山作為咗國家5A級嘅一個自然保護區，咁佢又附有咗全球每立方米高達12.8萬個嘅一個負離子嘅，所以嘅話作為一個世界嘅一個超級大氧吧嚟嘅，所以嘅話咧入邊咧佢有好多景點，寶景園啦、天湖啊、飛水潭啊、慶雲寺都好值得你一去嘅，所以嘅話咧依家依山而居絕對係你嘅首選嚟嘅。冇錯啦。咁啊，周邊嗰個商業情況點樣啊？咁我哋鼎湖
沙水名城的话，商业的话位于桂城中心之上的。咁我哋嘅话，小区自带咗一个上下1000方，超过1000方嘅生活超市。咁、天天卫家系一个连锁超市嚟嘅。咁佢系物美价廉，直接喺我哋小区楼下，即系有时落班啊，或者系平时啊买菜啊，都系非常之就脚方便嘅。咁依家嘅话咧，如果你平时步行过去水坑12街，都只需要10分钟嘅行路过去，就系依家最繁华嘅一个步行街嚟嘅。咁喺我哋项目过去嘅话，有个好家园购物广场，佢楼下有一个东怡市场，就是、平时啲农贸啊，嗰啲啱洗过嗰啲，系啊，农贸伯伯啊，啲老人家最中意，系冇错，因为嗰啲菜够新鲜啊，全部都系自家种嘅，咁、行过都系2分钟嘅。咁、如果你系啊，如果你喺呢度喺我哋项目经过创业路，大概距离300米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依家桂城最成熟一个商业圈——丽港商业广场。咁平時嘅話，飲茶睇戲都喺呢度嘅。咁我哋有一個大家熟悉嘅金日電影院啦、平時喺度睇戲就喺呢度嘅。咁我哋依家嘅話，呢、這個周邊就有3間茶樓啦。你知道香港人嘅話都好中意飲茶噶嘛？咁我哋嘅話，茶樓分別有紫藥禮啦、三元茶樓，同埋有一間24小時嘅精武門茶樓，任君選擇嘅。所以精武門即係食精嗰啲嘢嘅。精武門係係冇錯冇錯，冇冇。所以嘅話咧，啲人中意飲茶，我哋呢個項目嘅話嚟飲茶嘅地方係非常之近嘅，行路都係只需要3分鐘嘅啫。啊，咁樣呢個其實真係最好一個養生嘅地方喎，同埋咧我哋嗰啲客户咧，如果真係將來退休翻嚟呢度，哇，好正喎！是很正的。那其實現在在賣的是什麼產品呢？現在的話呢、我們這個就是小區的一個模型來的。現在我們這個位置，這裡是售樓部。我們的話，沙水名城佔地的話是7萬方的，總建築面積的話就是去到超過30萬方，綠化率達到40%以上的。我們裡面的小區的話設計呢，喬木固木相結合，可以給到個4季如春的家裡。我們總規劃呢就是一共是21座的住宅，一共是2770户嘅，咁依家嘅话，2770户，系啊，一个大型嘅住宅，系啊，21座。咁我哋后期系分期开发嘅，依家我见到嘅话就系1、2、3期。咁我哋一期嘅话咧就系25、26、27座。咁呢啲话已经系交咗楼，有业主入住，已经系攞咗房产证。即系25至27，我攞咗房产证。系，攞咗房产证噶啦。都要2年嘅噃。系啊系啊，咁唔系我哋嘅话，出证系比较快嘅。咁、国家规定嘅话就肯定2年啦。咁、你睇你个公司，我哋公司嘅实力非常之雄厚嘅。咁、出证只要你交晒税啊、维修基金嗰啲，出证系非常之快，半年咁上下就可以攞到房产证噶啦。咁、我哋二期嘅话，28、29、30座嘅话咧，就系、上一年疫情期间做嘅提前交楼嘅，6月份就交咗楼啦。依家已经有业主入住噶啦。即系28、29、30交楼入住啦。入住啦。咁我哋依家热售中嘅话咧，就系3期31、32、33座，分别系2梯4户同埋2梯5户嘅，都系32层高。咁依家又在售嘅户型咧，就系有84方嘅2房。94到103方嘅3房，同埋107方到124方嘅4房嘅，任君选择，睇你自己中边个户型咯。有5、6个户型喎。系啊，我哋户型嘅话咧，都系有各有千秋。家父使用嗰阵时系咪大装修定？我哋嘅话，依家在售嘅全部都系大精装嘅。大精装嘅。系啊。精装靓唔靓啊？靓噶，我哋有板房噶嘛。一阵间睇睇先。可以。咁样咧，而家卖紧个价钱。我哋依家賣嘅價錢嘅話，帶埋裝修都係6000多元帶裝修噶啦，咁你就屬於拎包入住咯。後期咁啊，6000多元呢個係均價咧，定係最低價？有均價嘅6000多元，咁到7000多元都有嘅。咁你睇自己嘅需求咯。我諗住有啲天地層嗰啲平啲。我哋靚樓層啊，都係6000多元嘅咋。係啊。好啦，咁我哋或者而家去睇睇我哋嘅樣板。可以可以，冇問題。你介紹一下呢、這個嘅話，就係31棟04户型102方嘅，而家1房2廳2衛。咁呢個嘅話，可以俾大家睇到我哋山水名城嘅依家在售嘅大裝修嘅交標標準。入嚟到大門口嘅話咧，我哋配套咗一個係超過150斤嘅實木防火門，咁佢係一線品牌嘅萬寶龍防火門嚟。入嚟到嘅話，我哋配套指紋鎖啦，有密碼指紋。卡鎖匙都可以開到嘅，4合1嘅。咁入嚟到我哋呢個右手邊嘅話，就係我哋一個總開關啦，同埋一個多媒體嘅，到時候光纖自己去布裝拉就可以啦。我哋嘅牆面嘅話咧，就噴得乳膠漆嘅。入嚟到我哋102方嘅話，都係3米8嘅一個大
開間的一個廳嚟嘅。你睇到啦，我哋呢個裝修嘅話咧，地面就係配套咗瓷磚啦，房間嘅話咧就係配套翻一個木地板嘅實木木地板，而且呢個房間都係多功能性房嚟嘅。過嚟呢度睇睇就係我哋嘅廚房啦。廚房的位置的話呢就在這裡，那我們之後的話呢這裡是配對一個實木的玻璃推拉門來的，那到時候我們就會裝的了，而且我們是走上軌道不是走下軌道的，因為防止了老人家的小朋友會踢腳，很人性化地考慮。而且我們配套花了上下的廚櫃，而且有一個是洗碗盤，而之後的話這個內磨石就是這個顏色的淡黃色的，而且我哋配套花嘅话，啲颜色咧都系原木色嘅。你见到所有嘅门框啊，同埋我哋入边橱柜嘅配套颜色都系一致嘅。我哋整一个顶嘅话咧，做得个七字形嘅。咁我哋嘅话咧，天花咧做得个七字形嘅一个天花嚟嘅。到时候嘅话，所有嘅筒灯都系包嘅。咁依家我哋大燈嘅話，呢度咧，我哋到時候需要自己業主去安裝，因為安裝翻自己中意嘅風格。咁過嚟睇下，我哋呢一邊嘅話咧，就係我哋一個工位。工位嘅話咧，佢配套嘅裝修標準咧，就係有個大鏡面啦，同埋下邊一個櫃嘅。過嚟呢度嘅話咧，就係我哋一個客房，客房都係鋪咗木地板嘅。而且我哋係帶咗飄窗，比較靈活去運用咗房間。呢、這個就係主人房，主人房嘅話咧，佢個飄窗嘅位置咧就係有50公分嘅嗰個高度嘅，所以嘅話可以增加到你嘅靈活去運用整個房間，增加個一個空間感。呢邊就係嗰個主位嘅個主套啦。咁主套嘅話咧，一樣都係唔會對牀嘅，避開咗大家最擔心嘅就係廁所門對住牀啦。而家就同阿冰姐喺度咧，就做一個少少嘅總結啦。咁啊，對我哋個樓盤嘅印象係點樣咧？同埋我哋有咩優越性咧？咁啊，首先俾我第一個印象咧，就非常之好一個空氣啦。咁啊，除到山同埋水以外咧，其實喺度都好適宜我哋啲長者翻嚟呢度真係養老啊。冇錯。咁因為呢度嘅話咧，你見到啦，我哋一個項目嘅話，西邊呢、這個。就是個鼎湖山的一個位置，咁跟我哋項目嘅話，直接就係鼎湖山腳下噶啦，所以嘅話咧，呼吸道負離子咧係絕對係最優先嘅位置，最優越嘅位置嚟。係、哦、啦，我知道一樣嘢就係鼎湖山其實都要買飛嘅喎。咁嘅，依家嘅話咧，因為攝影本地人嘅話咧、就可以買年卡嘅，100蚊嘅話就可以兩年無限次入嘅。兩年？係啊，100蚊兩年好平嘅咋。咁樣如果係唔係攝影人咧？唔係攝影人嘅話咧、都係100蚊一年。哦，咁都係年卡。係100蚊一年。咁、以後咧，咁如果你話平時有啲人唔係好知嘅話咧，就係、買門票就70幾蚊咯。一次，係啦，一次，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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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咁即係睇你自己經常過嚟啊、因為我哋只要喺呢度買咗。在居住的話咧，都係買年票咯，比較抵咯。因為入去到嘅話，佢有好多景點啊，飛水潭啊嗰啲水嘅話，都好多人上去攞水落嚟飲，你知噶啦，飲、水呼吸空氣啊，二合一啊嘛，係咪先對自己健康？係啦，咁啊，另外一個咧，除咗我哋山好水好咧，咁我哋嘅樓盤嘅優勢喺邊度咧？咁我哋嘅話，樓盤咧山水名城嘅話咧，就係位於桂城中心之上嘅。咁個商業圈咧係非常之繁華，而且我哋嘅小區嘅話。自帶咗一個上下1000方嘅一個生活超市嚟嘅，咁平時買菜嘅話咧都係非常之方便，而且嘅話，咁我哋小區嘅話，周邊1公里嘅話咧，無論幼兒園、小學、中學咧，都係省級嘅，所以嘅話咧，可以幫到你哋業主嘅話慳心慳力咯。嗯，係啦，嗱，其實而家講到依個教育啊，同埋我哋嗰、那個即係。個居住環境啦，仲有我哋去買個菜品啊、肉類嗰啲咧都好方便嘅。
其實仲有一個嘢好關鍵嘅就係、是、我哋呢度嘅軌道交通係非常之好嘅。冇錯。咁、我哋嘅話咧，直接喺我哋項目喺開車過去，只需要兩分鐘咧，就係到達咗鼎湖嘅高速出口啦。咁、我哋所謂嘅話就是、高速口就喺家旁邊嘅，所以嘅話咧非常之方便。而且嘅話，無論輕軌啊、高鐵嘅話，都係我哋兩分鐘到五分鐘嘅一個車程嘅啫，係非常之方便快捷。係啦，嗱，咁我哋亦都喺度再重申一樣嘢，就係咧喺西九龍過嚟咧，其實我哋可以坐高鐵直接去到我哋個肇慶東站。肇慶東係啦，係啊，都係八十分鐘嘅咋。不過肇慶東咧，佢可以轉一個輕軌啊，係輕軌到鼎湖山站咯、或者可以去其他嘅城市啊，嗰、啲周邊遊都係冇問題嘅。係啦，而家嗱。在西九去到我哋嘅鼎湖，去到我哋嗰個肇慶東站咧，其實坐啲啲過嚟又好近嘅，係啊，好近嘅咋，都好方便嘅。因為呢度咧就即係只要你識用啲啲咧，隨處都有車嘅。我冇錯，冇錯，冇錯。而且價格方便咧，即係十年八塊啊，行得好鬼遠。係，冇錯，冇錯，冇錯。因為依家都係好平民化嘅一個。社會嚟噶嘛，而且嘅話，除滴滴之外，你仲可以坐公交嘅。就喺我哋鼎湖山水名城側邊嘅話，就有公交站可以駁接翻肇慶東站嗰度，所以非常之便捷噶。係啦，嗱，佢公交站除咗去我哋一個軌道交通嗰度咧，其實去入市區啊，或者係去我哋嗰啲啲商業中心啊，都其實好多線路嘅，係啊，就唔使擔心埋個出行問題。咁係啦，我又想問一下咧，咁香港人喺度買樓咧，咁佢有冇得按揭做房貸咧？依家嘅話，如果香港人過嚟呢度買樓，係首套房嘅話咧，都可以享受到依家國家嘅政策，可以做到兩成嘅首期噶。依家嘅利率嘅話就係3.8%嘅利率，非常之低嘅。其實而家就真係政府個決策咧，已經係放水噶啦。冇錯，冇錯。今日嗰個我哋呢個節目亦都差唔多啦，咁都阻咗阿冰姐好耐啦。多謝你哋姐。但我哋啲客户咧，如果係真係喜歡呢個位置嘅，咁啊可以打電話去我哋公司去諮詢啦，同埋上我哋嗰個關注我哋嗰個灣區置業嘅頻道啦。咁我哋可以帶住我哋嘅客户上過到嚟我哋嘅現場，感受一下我哋真真正正嘅負離子啦。咁呢期節目亦都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